这一首是我本人本身蛮喜欢的歌曲、啊、也算很有意义的一首歌，对，我觉得很好听哦。那真的是这个放开你心中，哎，我很想要讲断开魂结，都是笑会，笑会，就讲心中有个恶魔啊，哈、哦，再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Imagine Dragons 的这个 Dragon 的歌曲，对，很好听，而且他的 MV 结尾是一个就是他们一个癌症的那个歌迷。然后被抬起来靠向舞台、嗯、对，所以非常的有正面能量，这一首歌绑起来了哈，对，很好听。 Demons 很大的恶魔，很大的恶魔。谢谢。